走吗？走。OK， 准备进门。走吧，凉凉，在那我来打个太贴，38度。啊，对啊，弟弟发烧了，走吧，妈妈去给你买衣服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走。对呀、啊，弟弟不听话。你摸到了吗，艾巴？我发呀！发烧了没有？我去找他。小胖提手电。哦，这是小提琴，对不对？嗯。好了，我们去买新衣服穿啊！妈妈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走吧。想要买新衣服吗？想。想。好，那读书了就穿漂亮一点啊。那阿宝在学校要乖一点哦，好吧？我穿这个恐龙衣服。哦，你要穿恐龙衣服呀？嗯。哦，你今天没有哭吧？没有。哦，好。啊，我穿。阿宝，你今天脸上长贴贴了。我要。安静，安静。阿宝，你这个贴贴谁讲的？谁讲的？是老师讲的。哦，老师讲的呀。嗯。啊、哦，好吧。Hello， 阿姨。阿宝，你是哪阿姨？阿姨，我这个嘞。前天早上买包子。买包子，他爷爷在那买饼，他就钻到我垫子去了。爷爷买了饼。阿宝。那就咋？阿宝跑哪去了？跟你混熟了啊。